我们本是一帮科技合伙，主要科技合伙，现在大伙伙儿，别说了，我跟你说，都发家两仨了。今天在许昌，张的和张的杨老大，抢过杨老大一样。玉清镇，玉清镇，这个门口儿是过去的老107过道，前面都是张的街口。哎，这11点多。都开始上人了，哎，你好，老板，咱家这除了这个羊肉汤，还有啥特色？炸鸡、牛肉、扒羊肉都是咱特色。啊，菜出的都不错，切点牛肉，要一点这肥肥瘦相间的。牛腩吧。中。牛腩。好嘞。哟，对的，咱给俺要两碗汤，要小碗啊，不要大碗。啊。粉丝推荐说他家这个焖锅。这烧饼还有特色，我来尝尝。特色有特色，烧饼。烧饼。恁家叫烧饼吗？这葱油饼。啊，葱油饼。葱油饼这是。哦。里面是葱花。有。葱花。是它。没有。那吃了肯定香。来，先来俩。啊。别烧钱了。这是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不行好。那忙了吧，那么百十多方科技合伙，我这他每天采用50斤骨头，大骨头是7个小时。还是有老表喷说的是的科技合伙，对，还那句话，如有科技合伙，现在大伙伙，对，我把村儿跟你说都发啥叫两仨了。好，你这等于说这每炒这一锅都有重量了是吧？啊，对对，这每锅咱是最低是25碗粥，喝有多少量？一碗有肉。一碗大概就是小碗就是3两。哦，咦，还不少啊。本地小山羊。哦，本地小山羊。哎，对，一天就是大概就是200多斤羊。今天我们看看啊，咱们羊肉档位制作过程，包上羊肉，一定要大火爆炒啊，大火爆炒。对。张的羊肉汤，哎，独有的制作方法。咱这羊肉汤跟别人羊肉汤不一样，咱这羊肉汤是炝锅的，在店里都是葱汤出羊，放个白米上，咱这光葱来香，咱这葱汤的多。哎，这比方炒变色了，炒变色了，大概再炒个2到3分钟，金黄色，直接去咱的高汤，炒到金黄色。哎，对。这都是成品的羊肉了，但现在还得必须大火炖啊！烤出来的要大火再炖，最低是5分钟，这羊肉香味都能炖出来。好多美食啊，你第一做法，哎，到淮南是淮南的做法，到三亚是三亚做法，到许昌找你是找你的做法，就是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个是味精是吧？味精，味精啊！这锅底儿放一点味精。下边咱这个跟别的不一样，葱花香菜羊肉别的不放。老板大气啊，这个饭碗，妈，你这一天你这光端这盆儿都端的开不到缝的，就那么多猪羊汤。就是你喝点汤，你这讲点，他心里不高兴。这都齐了是吧？啊，这都齐了。老板，你这一盆子出多少碗？这一锅是50碗啊，一锅50碗。哎，对，我这一盆儿是50碗。啊，这调料了是吧？哎，对，调料的，这是胡椒，胡椒。说纯胡椒，这是自己配的汤料，每调味儿都可以。哎，调味儿配出多少？好嘞，汤一冲，马上可以喝了啊！哦，口味儿，老口味儿，大羊肉啊，羊肉，好嘞，来了。我跟咱那边又不大一样，这种肉感觉有点菜一点。多少？你要用料料，怎么的？肥肉香甜，还味道不赖。尝尝牛腩，我喜欢吃这。牛肉卤的不赖。好，我们来吧。哦，谢谢。我。我感觉说啊，咱点的小碗20嘞，老板肯定多给了，他家的汤20、30、40，我感觉说最少也得占个中间的，这应该是30嘞。老板一看你那个都急，汤
咸，那该说了，那咸咋不咸呢？油味精，咸的，你到哪喝药了？多粗面，多油面的，味精都扫不了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这个汤，我感觉说啊，喝着为啥那咸？他跟其他地方就不一样，就是因为他把那个生羊肉，他爆出来了，把那个羊肉的香味炒出来了，所以说他这个汤，汤咸。又香，味道非常好。皮肠、张力、香锅羊肉汤，就是他这馍呢，他非常好的，可完了啊！嗯，照哥说，肯定说好喝。另外我说，我最早接触羊肉汤，就是走后的时候要羊肉汤，给皮肠的张力要，那汤白如奶。老板说了，没有任何科技含量，有了，啊，锤子准备的有，我给他打了，给他打了。老板说他的大锤都放生锈了，还没人来炸他的锅。那你我估计说，你像老板，他敢炸成都，他肯定不敢放。徐长，长得强过杨浪，大干完毕，推荐啊，汤鲜肉香，味儿特好。